来到柔柔台，烦恼忧愁都抛开，来了就有欢乐在这里还真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柔柔，今天肉眼开箱又要再来开谁？这谁？龙月。我们蒙龙月光美甲沙龙店长再度手工制作了精美小礼物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瑞亚塔已经带上了小柚子，这一次真的有用上了。小柚子竞争的这个是什么？开箱神器，哇，很锋利，太好了。来，今天好，这什么啊？哎，我先给大家看，我们今天来到了非常美丽的基隆海岸。我们今天肉眼开箱，已经跨出了我们的舒适圈，来到一个全新的地区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我上一次完全没有看，完全没有看到纸。我今天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和否阿塔斯普拉顿和否肉肉。最近你在准备万圣节饰品，就想制作一副歌德疯狂给阿塔，希望你还喜欢。来来来来来，哇哎、啊，难怪我最近看到龙威他有在用那个蜡封，这个很厉害耶。来，你刚刚看一下，恐怖游戏。哇哇哇哇哇，哎、欸，歌德的哎，真的超歌德的、欸，真的哎，这个很赞哎。哇，好棒哦！萝莉风，就这个吗？对，我是萝莉风。嗯，好 ，OK。哦，这个是斯普拉。这个呢？这是百八。哇，天哪，这个也是龙月做的熬夜。熬夜，恐怖游戏熬夜茶，哎、欸，好赞哦！它是有菊花、枸杞、决明子、黄芪、玫瑰花跟茯苓，哎，我觉得很适合百八啦，百八的干哦，应该跟我的垫圈一样硬。很需要、啊、你帮我开这个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贴回去。好，哇，这个是他牌，这个是手，哎、欸，我靠，这是手绘吗？对，手绘，太强了吧？太强了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手工精美气泡的，啊，不是，啊，它是那个耳环、哇，天哪，他说你要小心哦，他说，我说你的球很真。对，我的 这是那个、欸，这是那个，大家知道那个吗？我会再附上那个。太强了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荣誉东西我都不敢带，我只能收藏。这个是可以拿起来的、啊。我知道那耳骨啊，放在耳骨的环 啊，下面就。天哪，超强！哎、欸，这超强的、欸，超强哎、欸。他说你去了。对，哇塞，好想跟你带哦。好，等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感谢。朦胧月光美甲沙龙店长，太强了，不愧是做美甲的，这个手巧成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超赞哎、欸！我很害怕压。对啊，小心你去针。感谢龙月，谢谢，开心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就是熬夜茶给百八的哈。对，给百八的，好，就这样，随便了。随便啦。好啦，那今天肉眼开箱到这里，告一个段落啦。感谢龙月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